谁人又相信一世一生这肤浅对白，来吧送给你。阮兆祥呢日嚟到铜锣湾举行佢嘅第四次 busking， 为下个月嘅演唱会做宣传。现场十几个乐手都系冇收钱演出噶。今次亦都系破天荒地请咗好多嘅乐手同我一起做啦，因为平时 busking 都可能系两三个人，咁啊，但系今次我希望将我演唱会嘅部分嘅阵容带俾大家。呢十二个乐手只系部分嘅啫，到时间会有十七个乐手会同我一起喺个台上面一起演出。咁啊，今次做一个小小嘅预演咧，等大家可以 feel 下一个 big band 嘅感觉系点样先啦吓。除了演唱会之外，事隔30年再次出个人大碟，李慈祥仔都话是个新挑战。2019年回归翻做歌手身份，其中除了做演唱会之外，一个最大的心愿就是出翻一张嘅专辑啦。咁就好多谢啊 New Way 同我哋今次嘅合作啦。咁啊有呢一张嘅新嘅专辑出现。咁喺录歌嘅时间就真系好似一个小学生一样，即系好似啱啱翻翻去學校一樣，每一日去錄音室就好似進入個課室。咁我隔住個玻璃門咧，就係有另一邊咧，就係我哋嘅錄音師啦，再加上監製就去教導我唱。因為今次係唱 Hi-Fi 唱片啊，所以 Hi-Fi 唱片個處理咧，同我哋一啲嘅流行唱片可能會有啲唔同，因為喺要求上面有唔同嘅標準啊。譬如可能我哋唱Hi-Fi 碟，我哋盡量會唱得再細緻啲，因為Hi-Fi 又是放大的音響嚟噶嘛，所以如果你的瑕疵越大的話咧，咁聽出嚟嗰個缺點就越大啦。咁所以你一定要喺就算唞氣啊，或者你吐字上面咧，會究竟多啲定係少啲嘅口水聲咧，等等咧，都係一個好大嘅學習啦。